关注李朝卿带领警察局长杨文友等警力民防相关单位负责人，一一来巡视车辆装备的警力展示，所有关键以及民防义警就有精神的态度，让关注李朝卿是非常懊恼，并大大感谢所有参与春安工作的警员。看到各位精神抖擞，这个警备都非常的齐全。让我们南投县民啊，一定会更安心。这22天里面，各位还是要拜托各位能够全力的来执行我们的春安工作演习。春节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游客到我们南投来观光旅游，交通也是非常重要，治安也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当中真的要靠我们所有的同仁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将我们南投的治安，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呢，做到最好，滴水不漏。认真，教育完毕。宜兰道关警察局每年伫过年之前就会正式进行的春安工作，今年将于17号暗时7点正式展开。对此，警察局长杨文友也特别来呼吁民众，春安工作除了有扩大人检，以及伫春节假期的加强交通管制以外，民众也会当来申请警力支援护超，以及加强面体巡逻等的服务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有提巨额的这个款项，可以向我们分局申请护超，就是我们警察派警力去把你领的巨额的钱送回家啊。另外呢，我们在交通部分啊，今年这个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去年是封闭啊，那今年我们特别向交通部争取啊，今年就不再做管制啊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的流量会有帮助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春安工作以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服务热心为重点，除了希望带予全民一个安心、佮安全的春节假期，也欢迎民众有需求，拢当前往在地分局或者是派出所寻求警力协助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